杨丞琳小姐姐，这么多天没见了。我们没见过啊，这么多天没见。我是代表浪花们说的。大家冷静啊，冷静哈、啊。我真的非常热爱表演，不管是歌唱的还是作为演员。我曾经在20年前作为一个女子组合出道。Fall in love。对 ，Fall in Love 的嘛 ，Fall in Love， 当时这个组合寿命特别短，2年内就结束掉了，所以我觉得我来这边除了作为一个浪花，另外也是好像把20年前的那个美梦完成了，也替我当年 Fall in Love 的3位成员完成了这个更完美的女团。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非常的棒，我们完全享受其中。曾黎姐姐是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长沙的，而我是因为一些无法控制的因素。不是啦，不是，我是工作优先的人，对。然后苏苏完全吓到我，就是已经这么会唱，这么会创作，但是还这么会跳，所以我觉得我们3个人是在姐姐这个家庭当中会成为非常有趣、非常有风格的人物，所以真的很希望我们3个有机会可以加入这一些优秀的姐姐的行列当中。